如果你跟我说要来这里，我就穿礼服了。今天我们的马厩特别是要等各位来帮我们打扫干净。怎么会答应洗马厩啦？哎呦，我在看上哪？啊，大便很臭。那有没有板娘可以做的事？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《花甲少年去旅行》。